我讲什么时阵，国技能竞赛、国赛登场，家己高工用到了三面金牌、含金牌、铜牌等侪项的好成绩，尤其在多种碰擦方面更是勇冠全台。另外，在机器人竞赛也以同即兴的方式拍败有实力的对手。国立嘉义高工第46届全国技能竞赛获得零年表现最优成绩，三位勇夺金牌选手是机器人竞赛的邱一勇以及贾富兴同学。汽车喷漆吴飞鸿在涂装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获得金牌。补涂就整天度良好，然后调色判别正确，喷涂也漂亮，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只有试跑，我只有跑一次而已，然后而且是没有成功的。那我回座位之后，就是赶快烧盘推演，赶快纸拿出来，笔拿出来，赶快算那些参数到底是哪些地方出问题，然后赶快改一改，再补一些校正动作给他这样。啊，最后幸好是实际上跑的时候有成功了，算是算是老天爷有眷顾吧。然后最后就是成功拿到金牌这样子。然后得奖感言，其实走到这一步，我真的觉得选手真的很辛苦，非常辛苦。我比完赛，我才知道说，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只有那一个人的努力，他背后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去 support 他，他才可以成功。那我就是很感谢柯主任还有老师的支持之类的。然后我很感谢黄国生同学，就是对，因为我其实我机器人底盘的部分是他设计的，那因为有他大方的分享出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构想之类的技能的英雄，他们卓越的表现，然后为嘉义高工来争取最高的荣誉。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电机科哦，他本身在各种领域里面都有突出的这种表现，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电机科的老师他们的努力，还有各位同学的努力之下，为我们加工把我们的加工的招牌又再一次的把它擦亮。获得前三名的同学，除了可以保送国立科技大学就读以外，也得到参加2017年在杜拜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国手选拔赛资格。蔡英文总统亲临颁奖典礼表扬获奖选手的时，肯定选手对技能的投入，并期望这些囡仔未来可以在国际竞技舞台发光发热，为家己拼出上傲进的成就。最新新闻，蔡美彤家己市采访报道。